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产品，你可能看过，但多半不了解它。它的名字叫做 Easy Plus 高压蒸汽消毒机，也叫做干式挂烫机。那它不只是熨斗，它除了可以把衣服烫平之外，它同时也是消毒神器。它同时兼具绵密细致，而且高温高压的蒸汽喷雾，在任何的衣物、家具上面可以瞬间除菌，消除味道。最神奇的是，你这样喷过去，你的衣物摸起来还是干爽的。好，不啰嗦，我们就直接来开箱。OK，Let's go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它的外形。Easy Plus 高压蒸汽消毒机干式挂烫机，这个是瑞士的顶级熨烫品牌 LaRosta 罗拉的新品。那这个品牌啊，它是专门做衣物熨烫产品，就像 Dyson 专门做吸尘器一样，蒸汽熨烫啊已经被 LaRosta 玩出新的高度。那 Easy Plus 怎么用呢？我们把它转过来，在后面这边是一个水箱，从这边打开来加入自来水就好。那里面有一个滤芯，它可以过滤自来水的杂质，然后去避免水垢。那你加水之后啊，从开机到加热到可以用的时间大概是5分钟，等它亮白灯，就可以开始用。那你要开始熨烫的时候，你就按红色这一颗钮，那它的蒸汽就会开始喷。Easy Plus 它的功能很简单，其实就是高压干式蒸汽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一般的熨斗啊，或者是挂烫机，它同样是装水加热，然后产生蒸汽。那等级低一点的，就会产生这种小水滩。你一边烫就一边把衣服弄湿，然后你要来回烫到干，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衣服烫平。但是 Easy Plus 它的蒸汽它很绵密，水分子很小，挥发的很快。那你看我这样子，快速的去扫过衣服，那衣服同样会变得平整之外，而且也完全没有水痕，而且因为它是高压蒸汽，它可以喷得非常的远，那喷出来的蒸汽量又大又绵密，因为大多数的细菌跟病毒遇到超过60度的高温就会被杀死。所以 Easy Plus 它真正的用法就是拿来杀菌加除味。 Easy Plus 它随机会附两个保护底板，一个是织品，另外一个是非织品，那差别就在于它的高度不太一样。那这个非织品的它会垫的比较高一点，比如说你清洁完厨房，那你换上织品的保护底板，你就可以拿去烫衣服，再加上后面这台原厂推出的挂烫架，那你就可以把 Easy Plus 结合挂烫架，在家里整台推来推去走来走去，它非常的划算，很好推。这样子一整组起来，你就可以用 Easy Plus 替家里的各种产品杀菌除味，像是小孩子常常抱的玩偶啦，他的棉被床单啦，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丢洗衣机，但是很麻烦，你洗一次加烘干也是要花不少时间，对吧？那你用 Easy Plus 近距离给它扫过去，瞬间就可以杀菌，它都是干的，你也不用怕弄湿，而且这样子扫过去之后，真的是5秒钟，它的味道就会瞬间消除。好，这个是家里啊，像小朋友他们都会抱一些玩偶一起睡觉嘛，那时间长期久啊，那你就会累积很多灰尘啊、尘螨啊、细菌啊，那可能抱着还会流口水，所以这时候你用这个 Easy Plus 可以用很高温高压的蒸汽，然后替这些玩偶做很近距离的消毒，像这样。只要5秒钟，上面的细菌尘螨一定都会死光光，因为它的高温可以超过150度，那细菌尘螨这些只要超过60度，它就会死光光。而且你这样子喷过去之后啊，它的上面的这织布都是干的，像是枕头套有没有？特别是男生的枕头，那个头臭味，给它扫过去，只要5秒，瞬间去味。不管你是老人味啦，或者是小孩子的奶臭味啦，通通味道都会不见，而且你还可以顺便去消毒杀尘螨。像我跟我儿子其实都是严重气喘，那用普通的吸尘器啊，其实就是在那边吸，把尘螨吸出来。但是 Easy Plus 就是可以很直觉的直接把尘螨杀死，你只要用 Easy Plus 这样子扫过去5秒，那个尘螨一定都死光，每周末我其实都会替家里的床杀菌一次，然后再用 Dyson 去吸过，那睡起来其实就会安心很多。而且还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用水洗，像是安全帽啦、鞋子啊，那你也一样可以用 Easy Plus 一次处理。日常的清洁就是这样，高温喷一喷，它可以除菌加去味，可以去除95%的织品异味，做到类似干洗的效果。
那 Easy Plus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地方，就是在厨房哦，它可以快速的去清除厨房的常年油垢跟油烟哦，油真的是很难清，特别是成年的抽油烟机。你看我这样子用 Easy Plus 喷一下，前后不用15分钟。高温蒸汽哦，就可以让我很轻松的擦去 95% 以上的成年老油垢哦，连清洁剂都不用，可以轻轻松松的变得很干净。那其他像是办公桌啦、厨房啦、卫浴、沙发，这包包每天带来带去，超多顶，通通都可以用 Easy Plus 来杀菌。Easy Plus 它是一款专门为顶级客户打造的产品，那在很多的高级饭店其实也都看得到，这些高级旅店其实都是用 Easy 来消毒他们的寝具。那我自己有认真的用过这几个月之后，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用哦。你真的是用过 Easy Plus 才知道高端产品到底在贵什么。那我自己在用 Easy Plus 这段期间呢，我个人觉得最有感的就是以前我睡觉啊，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痒一下，然后醒过来去抓，哦，变得整个睡眠品质很差。那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周用一次，然后每天都是一觉到天亮，真的差很多。好，今天 Easy Plus 的介绍就先到这边。那大家如果对它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最后云爸有跟原厂要到折扣来做团购，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影片说明栏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请留言哦。OK， 拜拜。